喂，听你得好，到吗？你好啊！哇，哎，你就是传说中的国服第一扳手吗？我，哎呀，是人渣了。哎，我想把你，等我可以调你的摄像头，可以被你调大一点。好的，好的。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好的，你说，嗯，就是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就嗯。是你。嗯，你不要生气啊。哦，没关系，你说。就你，你们，你就，你本人的真实性别是？我本人的真实性别，其实吧，我认为，对吧？我自己虽然长得可爱一点，但人家是个实实在在的。男子汉呀，老铁。这么，就是。哈哈哈。哎，你平时就这么吓人的吗？平啊，时不就是是，这么吓别人的吗？没有啊，没有没有。其实平时不是这么吓别人的，平时是一直就是让别人不知道我是男孩子，就一直围着，对，不会让别人知道的。那我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我这个，哎，我们之后可以就是可以，你可以帮我调一下我的那些东西吗？我觉得你的声音很好，你说的你是是就有自是，己，你就说是的女生是的那就种声音。变声方面的东西是吗？变声方对面的对东西对就对对对。是，你现在先打开一下你的那个，就是你的那个变声器，你先试一下，我先教你一下。对，好的，因为我也看过很多你的视频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的变声器很假，很假，对吧？然后现对在啊，这个时候，然后你切回男声，啊，切换男生，然后你刚才说啊，话的切时换候男生，就是正常的用男声说话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们稍微往上抬一点，就不用抬太高，不用抬到像那种男生伪萝莉音一样，就不用这种，啊。小哥哥，不用这种，就直接小哥哥这样子，稍微小哥哥，这样子吗？再稍微往上抬点，小哥哥，小小哥哥，哥，对，然后你再开变声器，你再听一下，小哥哥，是不小是感，哥哥，是不是感觉有点不一样？小哥哥，小哥哥，小哥哥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惊了！蛋蛋？这样你就可以惊了！去，惊了！惊了！对吧？惊了！是吧？就不太一样了。然后就是你在，只要在你说话的时候，你再稍微往上提一点就可以了，就不用提太高，因为你开了那个变声器就可以了。对，其实变声器都是一样的。我这个它也是一个变调器而已，就是在变的时候嗓子会稍微往上抬一点点就可以了，就不用抬太多。主要是找到那个，哎，对，其对，实就你也不是尾声。不是尾声，不是尾声，也是。变调器，对，尾声直播几个小时怎么受得了啊？对吧？受不了的。是啊是啊，我觉得就你提一点点调，其实如果对，不习惯的话也蛮累的。对对对，就提一点点。现在习惯了，其实还好了。就看你那个视频，蛮好笑的，说实话。然后对，然后特别想和你一起出哎，去忽悠人。你，我也想，我也觉得，就是我们两个，我一起去游戏里面忽悠人的话，效对果应对该对会蛮不对错对的。对，然后对，对我们吧？可以就姐妹相称嘛，可以。对，就姐姐，还有对面那个小哥哥，好厉害啊！然后对面对吧？玩到最后都不知道我们俩是男的，这样子对对对，行吗？这就非常的恐怖。对，话说你的头发是头发那个这个自己吗？的吗？头发是自己对的，对对。留了大概有一年半左右。对，然后，哎，那你发质很不错哎呦，做头皮护理啦，这种东西。对不对？哎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是是是，然后就平时没事干就去打理一下头发，做头发，做头发。嗯，做头发，嗯，你在上海吗？哦，我在上海，你嘞？我也在上海啊。你也在上海啊？哇，那对我对们俩对可以对吧？一起，我带你去做头发。对，对对，我们可以一起去做头发。对对，好的好的好的，那。哎，你平时直播的话，是以这个就是像这样聊天为主，是吧？我平时的话是聊天是一部分嘛，然后还会有就是一些新鲜事的分享啊，就是一些资讯的分享，然后就是其他的环节，也不光只是聊天，嗯。明白明白明白。啊，不要带节那奏，他你们有说在玩在一吗？起，在一起是干什么？不要，不要，在一起，哎，在一就是还有起，个问题，就是来。你本身是，
你本身是那个应该是直男吧？我本身是直男的，嗯，所以我也是直男，所以我们不能在一起啊。对啊，所以不能在一起，对啊，所以但是我们可以兄弟兄弟的上车呀。对，可以做兄弟嘛？对，可以做兄弟吧？可以做兄兄贵兄贵，那叫兄贵。啊？就是兄兄弟的别称嘛。啊、我知道。的一种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他们说都说不行，不行，反对。所以朋友们，我跟宣墨在这里要跟大家澄清一下，我们两个以后都是会结婚生子的人。是的，是的。从理论上来说，从理论上来说，我们两个以后都会有老婆。对的，对的。就正儿八经的女朋友和老婆。女朋友和老婆。你们反对吗？你们反对并没有用。反对无效。对，就宣墨虽然号称国服第一扳手，嗯、但是。啊！你们要问宣墨的直播间，直接在虎牙搜宣墨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直接搜宣墨就可以了。蛋蛋也是，只要直接搜蛋蛋解说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对，搜一个蛋就可以了。蛋蛋对。然后那个，对，刚才聊到哪里了？忘记了。我有点断片。聊到那个都会结婚生子。对，都会结婚生子，都会结婚生子。嗯。哎，我发现你真的比我要会，就是我现在觉得你非常的一般人。我记得我以前看你直播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想问，看我直播吗？六六六，我以前有看过你直播啊。啊，然后我那时候进去之后，我只是觉得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主播，因为我看女主播都是进去看一会儿就退出来，嗯、看一会儿就退、嗯。我是喜欢浏览型的观看的，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你是男是女这个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就欣赏一下这个主播，后来才知道是男的，是吗？就后来在网上那些新闻都看了之后才知道，哎，什么国服第一扳手啊，什么什么什么女装大佬啊什么，然后发现哎，这不是我看过这个女主播嘛，这不是上次看才开始，对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我以前不知道你是男变女还是女变男，嗯，以前是不知道的，然后就突然有一天看了我的新闻，哇，就震惊了，是吗？是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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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哎，有人说我怎么能看女主播，我直男当然看女主播。对呀、啊，你们不知道宣墨下直播也会看女主播的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被发现了，被发现了。没有没有，其实我平时对吧，虽然也看女主播，但是我也看男主播呀，好吧。嗯。就像蛋蛋这样的，对吧？长得帅，声音又好听，还会尾声的，是吧？不不不，我不会尾声。变声器，变声器的。变声器，变声器。变声器，变声器。然后只是觉得这样蛮好玩，然后对，但是就发现这是网上打游戏的人很好撩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对，然后就是其实我跟你讲，就是你其实也是会尾的、嗯、你在开变声器的时候你气息变了，就是你会变得和妹子一样去说话，有没有？就是我会去模仿台湾人讲话，对，就像妹子一样，我是语气改变了、哎、对，你可以来一些，你会台湾腔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这样试一下吧。嗯哼，你可以去试一下、就是、你可以试一下。其实这样子好了，宣墨、就是你既然就是你的女装还有这个变身这么棒、嗯，能不能就是表演一个，就是你觉得最撩的一句话，最撩直男的一句话，最撩直男的一句话，对对对，最撩直男，对，看看我会不会有什么反应，就是生理、啊、不是生理反应，就是身体上的，不是，就会不会被你撩到嘛？我试一下吧，好吧。你准备一下、嗯、你我哎，我先问一下，你是那种就是比较控萝莉的还是控御姐的？我比较抖蜜，就是我喜欢凶的女人，大部分人应该不会像我这样，我喜欢凶的女人，我喜欢被女人骂被女人打那种、啊、我知道了，我是真的，是真的，这很正常、啊、这个每个人的那个癖好不一样嘛，我是喜欢女人能管得住我的那种，就我比较喜欢怕耳朵的那种。好，知道了。那你应该是个，懂了，准备啊。对对对。不要叫我大王，要叫我女王大人。就感觉怎么样了？想舔你的嘴唇。完了完了，慌了慌了慌了。就。
看我做主播也很多年了，脸皮很厚的，今天第一次脸红耳朵红。就因为我刚才被人送了一个礼物之后，然后有个东西在我脸上怪舔。啊想到的舔你一下。那是那个叫潘多拉魔盒，然后会出现一个小人在脸上舔啊舔，然后你还可以回舔回去舔他一下。嗯，对，这样子。谢谢小露西的一架飞机。我是第一次连麦，其实我不太懂，你应该怎么样？不太懂什么？规矩啊是什么？就连麦的话，一般是除了聊天之外，还会有什么东西吗？其实我也才刚来不久，我也不是很了解。就是今天我也第一次用这个视频连麦，因为平时我都不是用这个视频连麦。对对对，我们都是新人，我们都是新来的。然后，既然都不会的话，我们大家可以以后对吧，多多互相关照发展嘛。对对对，多多对对对多多互动一下。对对对，我要向宣墨多学习学习，就是变身的技巧，因为现在啊，你说。然后我有个小小的请求，能不能加个微信？什么？这叫请求吗？这是应该我要加你的。对对对，好，我们待会儿加个微信，对，我们晚上语音一波，好，兄贵之间的语音，互相聊天，互相学习一波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以后吃鸡带我一个嘛，好不好？我们出去一起撩小姐姐，可以啊，小哥哥，你什么时候吃鸡啊？一般我们到时候线下商量吧，好吧？好的，行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，好的，差不多，希望之后能够跟宣墨多多。多多的互动，对对对，多多互动，和丹丹也多多互动。我也是好喜欢你的。你的妆是自己画的吗？妆也是自己画的，都是自己学自己画的。那很厉害。可以。那非常厉害。到时候我可以。我自己画不来。因为我们不是都在上海吗？我到时候可以给你出一期化妆视频。我来你家，然后你帮我画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真的，啊、可以可以，你帮我画，我们开直播，你帮我画嘛。OK OK， 对对对，行的，好。行，好，那差不多先到这儿。先，好，对，先到这儿，对。那我先断了，拜拜。拜拜。